所以讲，今日嘅福气来呢个节目，今日系医疗单元，然后大家都讲乜嘅哦，非常嘅重要。诶，大家有想讲冇？等到系讲伊啊破病咧啊，然后冇下有因破病啊，年纪好大，系讲许多自然大人啊，来讲乜嘅好慢性嘅病，该出院过后总是冇下用因来照顾。诶，你该社会，诶，你该医生要做啲提供乜嘅咨询乜嘅服务咧？你看大家你啲冇嗬，所以你今日特别绕墙到线上嚟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都分享嗬。所以大家都分享，你今日嘅线上其实系诶你。独中拉盖，老师依然嘅加一颗欣赏，吴小玲欣赏，欢迎。大家好，观众朋友，我是吴小玲欣赏，东方喜今日来到亚片老太家来分享。哎，欢迎，欢迎欣赏哈。谈嘅欣赏讲法嘅时节，大家会吃到麦呢，就会吃到麦讲法贴脚嘅，有冇？有冇？你嘅感觉冇？唔系。像刚刚在做嘅开场的时候，就知道啊，麦讲法贴脚嘅，因为一讲得够好，一欣赏就。大家好，我是吴秀玲先生，就很优雅，有冇？唔讲系讲法就贴脚嘅。古时候一下开始吼，哎，看慢嘞，好，看慢，很矮，看慢嘞。嘛，今日轻松要嘅事情，我同所有嘅乡亲朋友也好，观众朋友也好，来分享嘅轻松要嘅第一次就系讲一下公司采访，因为台湾慢慢慢慢嘞，其实。唔係慢慢嚟，佢夾夾，其實係高齡化嘅社會。啊，不論係高齡化嘅社會，也係個輕度嘅人，可能生病啊，有可能是慢性疾病、慢性嘅病嘅，或者是急性的症狀，可能你去住院，去住院過後，然後出院過後，大家就會問：那出院過後要怎麼樣照顧？恩用嘅來照顧。对，所以今本有像新常来到亚片，一开始就先跟大家分享，其实居家照顾是轻松有嘅。系，其实哈，也居家嘅照顾啊，因为一到平年啊，大家嘅时节，大家就感觉啊，你照顾起来一方便哈，大家有医师，有新常，有护理师，第二样嘅照顾啊，你平年哦，嘅食药嘅啊，做啥嘛，该做唔是去家去烦咯。嘅出现嘅时节，当当年就会想到啊，安尼一下专业服看二样嘅照顾呢，就会出现嘅时节会遇到嘅问题啊，还有体质就系。跟我专业服卡有冇个问题啊？我用诶来想办法，冇错。慢年做得来听书安尼，也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我专业服卡，我有执念，我去那边我请安尼个执念哈，我打嘛个天发哈，还有个网络上啊哈，嘛个报纸啊哈，做得有安尼个。知识真嘅做得来提供，冇错。亲像就像有亲到嘅人吼，真嘅出院的时候，哇，好紧张，亲近中就会好像拿一个笔跟一支纸，一张纸，一直问问嘅护理师呀，问先生，先生来问一下嘅幼儿园生，嘅系讲伊专业不下去，系错应用解释，所以唔同应用解释，好多问题其实问不完，而且。青春要嘅事情，嘿，你回到家，你唔连用你了，照顾。好，古说亚片同台家了准批一个，就是居家照顾困难，会面临嘅困难，然后挑战嘅嘛个。系，嘅专业服卡，伊咧就会讲，对亚嘅片，看无按你嘅，认识的时候，亚片会用嘅那个进展，哈，要不用嘅照顾，转来嘅门诊，哈，会注意嘛个事情呀，可以贴一张，哈，还有就是。咁講，我看哦，像有嘅係中風嘅病人，哦，中風復卡，我用嘅，哦，我練習，我行路，哈，我跌倒嘛，哈，食東西，我感冒嘛，哈，我用嘅食準備嘅食嘅東西，哦，比较适合平年安的。这边有特别提到，比如讲角色冲突的不适应，像角色冲突不适应，就会讲有嘅你可能本身有。做事情有存钱哈，佮有可能，有可能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从无，像迄有个迄中年男性，本来迄爸爸存钱呐，哈，屋卡太家太细做会食饭呐，就会靠这个爸爸这样子赚钱，佮安尼
中风以后啊，我用的去适应这整个的哈经济哈，慢你慢三年，我去存钱慢三年，我来照顾哈，还有不卡你哈，慢你我来天数照顾。一下爸爸中风，我就面冲红，冇办法行通。真嘅，要千度嘅人，其实系讲你冇行人千度，又系讲诶，比如讲你破病嘅人，要买个满田讲你嘅生意一胎嘅，其实佢很早都照顾你。如果其实要千度唔系咁嘅满田，如果系想千，很较重要嘅系家里不管是谁生病，回到家里。你知道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照顾，你不愿意用的照顾你，你就会让他躺在那里，黑某就坐在那里，因为真的你满心都很想照顾他，可是你不会，或者是你以为你会，你用的就会你一般观念里面你就觉得要给他吃东西，给他吃饭，给他吃药，给他睡觉，黑某给他偏瘦，他如果不能动，你就搬扶他去厕所。那像你还一般你照顾偏你就没事情听听，时间到，时间到了，他家有事要的就按钮听听。不过可是这中间可能有青豆的转压是可以学习的，对，所以给你的同台给分享一下。所以黑公你出院的时候你会做嘛个准批，很重要嘛，这就是我们要讲，那你要做准备啊。对，给出院的时间啊，他就会说亚平你装衣服卡马三年我来照顾，错，唔咩我做事矮咩我做事安尼马三年来照顾，像有嘅就系哦。可能一下是爸爸中风转衣服卡，我爱爱是后生人哈，爱讲我爱做事爱先不用得，爱来照顾。个安尼个情形无办法讲依旧啦，错。有个人是哦，太家就出钱哈，找一个，嘿，也是讲钱嘛，该看护啊，有人，看护。古时候鸦片其实医生有帮我们准备，其实台卡超就可以哈。其实平常讲诶，因为平常刚刚讲诶，就是家族通力合作，对不对？要讨论一下，嘿，你这个你还有人轮流，还要轮流，还要还有我们可以找一个选择一个照护的人选。不过鸦片有清创个事情哦，要学习照护技巧，要学习照护技巧，就是讲，有可能要摆中缝哈，放鼻胃管，鼻胃管。哦，当当年看到啊，安尼讲呢，安尼亲定人家，系啊，唔知温娘嘅照顾，个大燕嘅时节就坐在老护理室来学习，哈，学习娘嘅照顾，哈，娘嘅洗清洁，哈，还有娘嘅喂牛奶啊，喂药嘅啊，哈，温娘嘅表呀，讲呢，咱唔会落台，真嘅，也讲呢，温娘嘅咱做得。不用到吼，唔会安尼扯到啊，会痛啊，会艰苦安尼。对，还有还要重要就会准备辅具，也一般人嘅观念可能冇安全。辅具系嘛个东西？对，太搞，那些东西就吹烟的，就家里水冇要坐定就好诶。不过要轻松嘅哦，系啊，你带烟嘅时间，你讲辅具，以烟咧有轮椅，哈，跟你做衣服扛有轮椅嘛？冇，我买椅子嘛。第一眼睛缝片嘛，做些神像，回到家怎么办？我买嘛。呀，辅具哈，就会讲有个辅具中心哈，等下你会看到，讲辅具，就像先生老先生哈，讨论讲，安尼，像你哈做衣服卡冇办法去个行路，冇就会很有力，个行路不稳。行会跌倒，就会哭床哈。我计有个时节嘅棉床，我专用嘅棉床。哦，所以太家爱滴哦，唔系讲平人回到家就回到家哦。你把家里弄得很舒适，可是你会考虑系嘛该，你需不需要辅具？因为如果没有辅具的话，有可能他的病会好得比较慢。甚至会有二度的伤害也有可能，有暗的口呢，跌倒也很用哎哈。不过要就会吹烟做得做嘅准备，其实有青豆哈，大家有看到。不过唐公一下有一个嘛该，先生有讲分享嘛该居家医法，嘿，居家医法，先生真点青豆你唔敌哎，真是哈。要居家医法就会讲哈，要骗你呐，转衣服卡有个时间嘅。冇办法，冇方便转来讲，医院，嘿，转来医院，转来门诊，本身常看，嘿，他先常讲，哎呀，伊他唔抵押骗你，情形样诶，吼，就做得神强，我们就出院个时间就可以咋个居家医嘱单，就讲，哎，我一下下压居家医嘱单，
新上组做的去多福卡看片你哈。哎、哦，要真人轻松，有眼唔滴看电视嘅朋友你滴冇，可以讲你我还有你真人出院的时候，你是可以做按钮嘅事情、嗯，很简单，冲冇你就神像就做的、嗯，所以会有居家医房，还新上你都念你嘅冇下冇。新上我去，还有护理师咩我去。好、嗯，真金，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福利，而且是很重要的资源呢。唔讲系上先有青岛嘅人靠你真金唔的，唔的呀那个，真金唔的，古时候真金轻重要。唔过其实大家就会想啊，系讲系真金做居家医房，嗯，也系讲按用嘅居家医房，也系讲家庭医师佢做得提供用嘅服务咯。嗯，其实按你嘅服务哈，就系讲。第一站，安尼平你咪讲，嗯，做得七家行路七家来看先生，安尼系冇办法神枪、嗯，所以讲用二神枪，所以行动不方便嘅平你，系、哦，啊、嗯、个还有个油管那个，嗯，鼻胃管，是，还有尿管，嗯哼，啊、哦、有个系气管内管，系，安尼个平你做得来神枪，个先生去到福卡，吼、嗯，做得看，哎、欸。福卡照顾到娘诶，吼、嗯，饭给娘诶，吼，食东西食到有顺利嘛，吼、嗯，还有诶，睡毛啦，其实青岛做福卡照顾个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嗯、做得咨询，吼，建议二娘诶照顾会较好，嗯、其实哈，做福卡吼，所有诶。还有一个重点，错哈，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们用的照顾亚平你，真紧哦。大家有知道吗？唔少你先生只是讲到当清楚哦。不过其实按用介居家介父母，还有当当介女佣，大家先聊下，等下再同你讲哦。放伊走的绕墙的，我们小林先生来到节目地图哈。简单讲起来，其实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讲我们要怎么照顾病人，你按用你，我们要同大家的分享，其实有青岛的指引资源。你是可以用的，还改黑周得用，所以大家要聪明一点点，构思拆发。莫还黑工有你生病，其实很辛苦。嗯，对你已经清辛苦，啊，你又无敌，有嘛该资源呀，嘛该服务是可以使用，就更辛苦了，嗯、对不对？你就会二敌，嗯，哇，才可以协助你。所以先生有讲到啊，你心里怎么调试？莫还你做，还加重要嘅事情，黑先生讲到嘛该，其实是有居家服务的，嗯，我们这当对，我们帮大家再整理一下，医师刚好提到，比如说不哈给你，就医师有说过嘛，比如说他是卧床的，或是嘛该，你就招待神像居家服务。其实还讲按那个平人专业服卡，因为伊冇办法来医院哈，冇缝片，按那个人大部分就系会请个按那个。特别的车子，是按那个车就会轮椅坐的。上去哈，这样做得了一样，安尼轻模缝片就做得了神像，安尼个居家个服务，真紧、嗯。所以居家服务听起来很贴心呢，哈，真紧。哎，太敢胸宽啊，黑公你唔敌，你唔敌做得神像，哎、欸，那好可惜哦、喔。对，你在家里就觉得哇，好麻烦，黑毛你用完黑都一样看，再复诊然后看片然后，还有形象黑都你给摸下，又可以帮你哇，看看你这样子大家照顾的对不对？黑毛，还有个人哈。喺墙外落，墙外落来到福卡吼，呀，护理师冇做先生，去到福卡咪做得高级吼，安样嘅照顾病人，安尼照顾有正确嘛？对，喺冇先生一看，哎呦，哎呦，做唔得，难怪都不会好，因为方式不对，对不对？想说，哎，回去家里已经按 give 诶，应该要好了，可是没有好，因为可能方式一点点错误也有可能。故说，可是讲来讲去，他敢会吃到么？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医护关系，还讲。医师同我行业的关系，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像朋友啊，像朋友按用你，哎，这听起来好温暖哦。故说其实更多个嘿，家庭医师都得提供给父母有哪点，就是这些。嗯，跟家庭医师为什么叫家庭医师？就会讲像爱去家爱看个病人，有个嘿夫妻两三年就看下看，嗯，有个嘿母子两三年就看下看，还有看一咋个阿婆。嗯，九十两岁嘞，啊哈，来诶，
七十人色，两三年向下做来看，就是两代老人家来看，唔错嘛。哦，个十五就带定安尼，三年就向下来，还有爱老妹向下来，是个安尼门整间哈，从就从老爷不看你安尼来讨论啊。但大伯你两个就是问讲，哎，最近好吗？哈，安尼个。大英的朋友转衣服卡没去穿用，哈，加一口个身上衣服卡看，哈，个有冇个问题？像哎看哦，亚平你亚要个爱调整呐，就转来门诊亚片，那就调整，哈，爱出血爱检查，可能有家里有发烧，哈，有咳咳出，哈，爱看有冇个问题嘛，哈，就转来。哦，可以，有嘞，可以锻炼，可以锻炼讲。如果公司采访后，你谈这个医师这样分享，就你就胸口呢，还讲你整，你整个家庭跟家庭医师还无意思，你就觉得很幸福，有没有？你看，很安心的感觉。因为家庭欣赏黑暗有你，其实他了解你很多的病史，从某去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可是黑公你们该问题问几个时间，他马上就可以就他知道的来做判断。对，你去看一个新的医师，新的医师其实公司才发，你对你的过去完全不了解，他只能就你当下的状况来做一些判断，听听就按用给干不够。所以这边才会提到啊，你可以跟你的家庭医师建立一个亲宠旧的朋友的关系，有冇？故说你看，有时候我们看天阳啊，外国看天阳的时间，有冇？还昨天大天发布家庭信箱，说哎，我阿个身影吼，干不干尿尿有冇个状况？哇，家庭医师立刻就可以处理嘞。对，好像打电话给朋友的感觉。所以故说就信箱讲哎，要就会家庭医师可以提供的服务哦，很安心。对，更重要的事情，还刚重要的事情，他对你清了的，你想看很幸福，有一个九十岁的阿婆，七十岁的来的，可能孙子五十岁的有没有？太家乡下来，你妈妈爱没滴，你爱没滴，太家爱就滴啊，有没有？不过共同鸦片除了家庭医师，我们大家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刚才宋医生节目共同的辅具，辅具呀，吼，就是因为吼，青岛人呀，个辅具，你讲转去不看，爱买轮椅，然后买棉床，然后买裤床，个又跟你嘿，爱用氧气，很爱氧气制造机，安尼买下来，动多钱，真硬。个偏你有个时间，佮用不到，要有辅具而用板哦，或者是有时候辅具很短暂性的使用，对不对哈？一段时间安尼听听，那辅具中心就做在有，唔讲，今晚你爱有时有辅具，好，做在大天发起门，要跟安尼个辅具中心在各县市哈。地方性安尼，主要安尼个服务，所以可以去租，都得按讲，都得用租诶。太卡低毛，譬如讲像平常讲诶轮椅，他可能可以坐轮椅半年个时间，你后尾就唔是诶。不过太卡是被香港刚刚会买嘛，而且轮椅有时候也轻贵，有嘛？不是说这边有辅具中心，哇，他服务的项目轻多呢，像二手辅具没租得，错嘛？哦，黑讲 fighter 要租得 ，fighter 没租得，哦，我租得可以修理嘛，租得租，保养，哦，而且。很贴心哦，有可能有机会做对神像辅具的费用的补出。通常做迄讲吼，线上药片就可以给证明讲哦，以后让病人有需要安尼个辅具啊，安尼我来听数据啊，哈，有安尼个证明哈，有个家里有低收入户哦，安尼个就做对了神像费用的补出。哎，真正吼，基本伊有像平常来到鸦片，有青岛其实有青岛其实七，俺七家也唔滴诶，因为俺主持服务了那个医疗单业，按多按旧诶，唔过俺就唔滴讲，其实有按多嘅父母系太卡唔滴诶。真正要跟大家分享按用嘅资讯，这样做的吼。唔过讲到鸦片，还有一个青葱要给马给，那就是医院。我们太卡会讲到医院，其实还是可以提供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比如说省商啊，护理师啊，沙工啊。它其实不是我们感觉上距离很遥远的那种服务，你是可以有机会有按钮给指引给从某。其实就是出年的服务鸦片呐，就是讲线上，因为唔爱转去嘞，像我去干我以前呐，当住院医师的时间，跟时间照顾病人，病人爱转去不卡，听做老几讲，转去用个照顾鸦片，像。
有可能也白是泌尿道感染。哦，泌尿道感染给老人家青岛就会有。喂，中医复看要注意嘛个，要摄滚水。嗯哼，看多看看摄滚水，摄水就错哎，要看加摄水莫讲啊，爱讲我。一边做啊，我熬夜的时间会不舒服啊，就冇爱吃水。安尼做唔得，爱吃水哈。还有不要憋尿哦。还有穿衣服看哈，爱看有发烧嘛哈，发烧嘛不看，爱注意嘛个事情。就会讲个清清楚楚。系，爱老公讲，要偏爱娘个照顾，爱娘个衣服哈。嗯。个护理师就做个交际讲，哎，不看爱娘个。哦，嗯，准备嘛该收个东西，哈，不看照顾要注意嘛该，或是嘛该技巧，不看人工，嘿，嘛该技巧，还有带罐的东西，哈，罐的要怎么清洁，哈，用微服完的，对，还有社工，什么？哦，社工青葱油，因为社工一下懂你做衣服看，要照顾个子女，就像刚才说的辅具，错，还有。爱咯，哈，像个长期照顾个资源，哈，用个介绍安尼个资源，本不卡你呀，青岛做些社工也偏，佮有个系低收入户，嘛，做些专业不卡，一三年照顾天天，呀一三年又要去做事情，啊，错，黑工真紧，比如你家里就两个人，嘿，从某黑工有一三年真紧卧床，嘿，对，可能要一段时间才会好。啊，你如果又会上班，嘿，那一三年的无闲用干啥？嘿，上班，嘿嘿，安尼做迄，我身强安尼沙飞个执念了天数。嗯，故说其实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无助，有时候哈，所以就是你会第一嘛该执念，你会做对身强的，你做对大天发音闷呢，然后真的就有你做对来给你很大的帮助。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了解，才可以知道怎么样有效的善用安眠饮。我哋要按哪个指引做得用？对，如果要系以眼催眼给准备的服务项目吼，公司才发要唔系紧不紧行上爱用讲，行上爱用讲，哎呀唔滴，哎呀会知道讲，哇，真的就会觉得说啊，哇还黑讲有你啊生病给死了，就会突然觉得子女多也是一个优点。如果大家都愿意照顾，你就会知道讲，哇好险有阿哥有。姐姐有老妹，然后大家轮流。对，可是如果家里没有这么多人怎么办？所以真的要多了解，因为其实可能有青岛给指引，你可以在医院里面询问，也可以询问得到。嗯，不过讲到鸦片，还有其实讲到鸦片，其实还有更多的东西做得了，像青浦的分享哈，譬如讲嘛，家咧，你系讲冲洗间大人下来，要拄到容易个问题，你容易来照顾，可能你到下团节目做得好好咯，大家来分享，所以到了位咧，你先请你的乡亲朋友，哎。又是近期间，你做咧准备种植来一季冰吼，做咧炒起来，不过你也先聊下，哎，你等下怎样来讲？我想到我们线上来到节目地图，老大家来分享哈。其实聊下已经非常个进步嘞哈。你个三副，你个政府也尽量来提供好好个医疗个资源。比如系讲你大人啊，你出人过后，其实要当到个父母哦，大家有滴哈。我觉得爱通平常的大最久的时间啊，就讲哦，比如讲爱爸爸给粮食，不要弄紧个时间，就唔要爱用个东西。嗯，爱平常就莫该急救咯，可能有啥。很多年前，你十年前还是三十年前，我给粮食还吗？还没有，不过压下就以为哦，所以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重要，对不对？不过一开始同大家来讲的就会讲，其实为什么会需要按用给居家服务？大家就提回到家偏就好了呀，对不对？其实因为你有可能是长时间住院，你会遇到的问题很麻烦。因为有个不看你会想讲，一下偏你呐，其实不偏，就代言就好了呀。其实讲哈，代言太久哈，没会有安尼个问题哈，有可能讲你会退化，因为你代言嘛，个事情就唔是七家来咩，错，失神啊，失东西，太家做来天数，跟有个阿公阿婆啊，佮大雁转去行路就
肌肉萎缩的问题，肌肉萎缩真是会，安尼功能会退化，因为太加做来照顾。那还有一个是医源性的伤害，那个医源性的伤害，这医院的这个处置，中嘛会造成伤害呢。像有跟你听讲诶，该朱砂，因为朱砂哈，有跟你讲，人家朱砂较缝偏哈，该有跟你就讲啊，朱砂安尼有点滴咩，安尼外面看有元气，哈，看有精神，该点滴安尼。不用太久，有个时间嘅血管咩有可能会发炎，有。咁有个人系不用鼻胃管，哦，其实有个人系唔戴戴烟以前，吼，可能不卡嘅时间，还做得几下食东西，哦，佮戴烟就讲一下食东西，吼，食不顺，吼，就不用压鼻胃管，佮缝片，佮出烟嘅时间，哦，或者是说压鼻胃管不用一段时间，就会去。评估看按那个肝呢，含有石油病等嘛，还有某石油病等，不用太久。那有可能另外一种伤害，食道嘅溃疡安尼，没有可能哈。所以长时间住院，有个时间我们就觉得啊，理所当然就会按来照顾咩？其实有个时间按那个医疗的这个处置，有可能对病人造成伤害。哎，还有认知功能，嘛个认知功能嘅障碍，哦，有按那个经验，就是阿公阿婆有可能戴烟戴太久咧，就。你不是时间，你还要买个时间，早晨按不掉，因为戴烟每天就灯开着，那么的一下还买个时间，尤其是在急诊，就是急诊加护病房最可怕，因为你看不到外面，然后里面都是灯，你真的分不清楚晚上早上，聪明好可怕哦，安内就容易造成很严重张望，哦，以为。劳动啊，一下起个不卡，嗯，很慢灵，哦，不是，安尼认知功能的障碍，还有个情绪的障碍，因为哈，一下哈，大部分的长辈，还是较好带不卡，带不卡较习惯安尼个个环境啊，哈，个带烟就讲，我会做起不卡，我咪有读到安尼个阿婆啊，哦，以前不卡，懂好大嘴骨，太讲你来做安尼。聊天呐，吼，啊个戴烟个时节就一句话就冇会讲，嗯，很闷气，比如讲，啊转衣服卡，哦，就很忧郁安尼，情绪个障碍，还有个行通个问题，因为吼你戴烟你就安尼，所以都敏虫毒方面，唔是蜂虫咩么，有个人系某个骨折，有可能骨折，一个手术以后应该诶。通常要行路咧，要复健咧，哈，有可能就痛啦、僵痛啦，就冇办法通常。但有个时间系冇办法有你，但你就安尼带点安尼行，哦，冇办法安尼行，个专业服卡个肌肉就会萎缩，安尼行路真是那个骨折，哈，骨头修好了，哎，冇办法行路，因为肌肉萎缩嘅问题就来咧，还有营养不良，做嘛带一份营养不良，因为。听起来应该唔会咁粗粗嘛，其实营养不良就系吼，牙都低啊，以前嘅饮食啊，一天空错冇好食，少油少盐，都说冇想去食东西，吃到冇意思，他讲你啊，就会是要煮油落番油啊，黑毛就会。空肉有冇？系啊，佢也冇空肉嘅感觉啊，就冇想食。当然也不是说猪油拌饭就营养，还讲哈，按呢以前饮食没办法个人化啊，错。跟你装衣服卡，我就可能有跟你，虽然代言哈，跟服卡你呐，吼拉啊、顺内啊，就准批动作，一用嘅东西本平脸色哦，装衣服卡很看。好，最后一个这个比较特别，它特别，安尼约束吼，就是几个认知功能障碍，因为有个年纪会讲，我不看，我会轰虫，我会，可是他可能骨折，轰虫爬落就会跌倒，错，一危险，大部分系遇到也偏你自家嘅安全，就会有安尼约束，约束有个时节就会束，会绑着。
对，安、哦、尼这样子，这个久了，然、哦、约束这个，嗯，给转衣服卡，其实认知功能障碍就好嘞，就不是安尼个约束嘞。错、嗯，好、哦，所以听医师这样讲，真已经非常的清楚哈。故、哦、你看哦，他敢摸吃到讲，哎，代言清好，做对清到清完善的照顾，迄个急救的会有爱用的问题。好、哦，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同大家来分享，就会先生讲，哎，这个是急性后期的整合照护计划。呀，急性后期整合照护，看到呀，2014年开始的 yeah, 主要就是讲，因为一下哈，我们的高龄化的问题，哈，有安尼中风的病人哈越来越多，哈，安尼中风喺急性期，哈，佮新嘅时节哈，戴烟来维持安尼医疗嘅情形，爱稳定哈，像。血压、哦、体温还有预防、哦、再次中风哈，稳定嘞，转皮肤卡，给转皮肤卡，挨做还蛮福建，挨个功能做还蛮皮肤哈，安尼安用来照顾呢，就有安尼个急性后期的整合性医疗照顾，安尼个整合性医疗照顾就会从福建安尼个子女哈，还有做起哦福卡哈。我用的来疼痛哈，还有诶转来医院，有个时间会较频繁哈，转来看哈，转来复诊哈，转来做安尼个检查哈，安尼个追踪哈。错。但一段时间哈，安尼个整合照护计划诶。过去咧，有可能功能有较恢复咧，哈，转去不卡做慢性期，然后来增进平常我用的七甲食东西，哈，七甲食神，哈，行通去淋沙，哈，大椎骨安尼就做个慢慢的恢复咧。不过真正就像先生说的那种图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就是急性后期大家就知道、啊、你就哇生病了好紧张赶快医治就急性期然后再来就哦好我们要来复健了就慢性期了就忽略了中间这一段有可能它还是蛮危险的所以是急性后期按钮不过那边请提醒一下在2017年开始它其实是扩大照护对象的哦，比如说这边有看到像黑脆弱性骨折，也是他照护对象的部分一部分、哦。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中风的病人较多，后来看到其实一度按那个病人，做嘛我有急性后期按那个照顾，因为佮转皮肤卡，开始冇按那个急性后期的照顾啊，佮个。功能还蛮恢复，冇办法，冇办法去家做，去家照顾去家安尼哈。主要有后端呀，急性后期嘅复健哈，还有心上来天数哈，确定安尼的功能有较好咧，因为亚个时间，佮爱。几月做个事情，真嘅，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期间。古说公共鸦片，他搞不知道哇，今天会知，根本也不会抵多高。哎，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是可以利用的。好，古说公共鸦片，最后我们要给照顾者一些建议。对，所以你看哦，真的，因为照顾的患者很辛苦，古说照顾给你其实很辛苦嘅。哦，所以我们要对。个身心会疲劳，因为一团一久个时间安尼哈。一个做迄个人，他有压力，哈，有压力，有问题，做前年来听书，真紧哈。像你讲心伤啦，哈，还有社工，还有不卡给你，爱做慢慢讲哈。像一下有可能是，这个丈夫中风了哈呀。妻子啊，做乜讲呀？安尼，我可以去哪里寻求帮助？我有乜该？我做啲去问先生，问社工，有冇做啲大天发？我吃到鸦片有一个轻重要嘅，就会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好好照顾自己。啊，你自己就唔好用用你的照顾平人，错冇？哦，所以先生建议讲到按到，还有一个要有做个有知识嘅照顾者，你自己会啲，你要乜该都唔点用嘅照顾平人。好、哦，要轻松用哈。哦，还有嘛，还有嘛该，还有，不要一直心存内疚感、这个也不可以，对不对？哈、哦，这个就是你自己要身心要很健康，才可以来面对哈、哦。所以哈、哦，今不你绕墙都，我们线上那都节目地都哇。
大家有发现吗？哇，其实女佣非常改多，有些地方我们讲的比较大概，哈，对，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有机会有机会就得让乡亲朋友来分享，所以今天非常是摸欣赏这条鸦片，好，还有机会咋个来分享，好，详细个知识，做点冇，做点哈，好，感谢，好，跟乡亲朋友聊下来做嘛，该的哈，哎，你来好空闲一下，所以大家来做认同了。